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我现在呢要到果园里面去煮枣啊。你们看我拿的这个家伙，因为那果园好几天没去看了，最近一直在下雨，有可能那个枣比我那个果树长得还高大，所以今天抽点时间赶紧去弄。我们现在出发了。我们已经到果园这边了，这下面呢就是我种的那个百香果，这地方是跟人家出的，现在我都后悔了。看现在长这么多假枣，现在很难去管理，然后那个木架子呢还又没有及时的把它给搭上去，现在那个苗都长得很高了，再不抓紧把那架子搭上去的话，过一段时间挂果就没办法了。现在赶紧下去弄了。我记得我在这地方种有一株的，现在都看不到了。这些杂草长得比我那个果树长得还高，再不管理的话，那就白费了。我刚才在砍这竹子的时候发现这里面有惊喜，你看一下这洞里面肯定有那个蜂糖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哇，好多都变成那个蜂蛹了，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掏去吃的，哇，特别好吃，又酸又甜，哇，这么多这蜂蛹拿去炒着应该很好吃吧。哦，像那马蜂一样，你看才一段时间这个果苗都这么高了，下边那边比这个还高更多呢，所以现在得赶紧把它给弄好。哎呦，这果园里面蚊子太多了，我今天来穿这个短袖穿坐了，再来一下子，这手上脚上全叮的全是包，你看，哇，这里这么多蚂蚁，怎么这么多蚂蚁啊？哇，太多蚂蚁了，宅死了。今天过来弄了一下，还有很多都没有除掉，等过两天那个天气热的时候再用那个除脚的那个药拿来喷的，这样就省时省力了。现在这天气差不多黑，所以我呢要弄一点那个野菜拿回去煲汤喝。最近下雨，这个果园里面长了好多那个野菜，拿回去煲汤是特别的好吃的。我们加一点这个车前枣，现在这果园里面长得特别的嫩，这个好一点。好了，要回家去了，弄到一大把，这已经够今天晚上我们泡汤吃了。哎呀，这地方蚊子真的太多了，在这蹲一下，咬的这手上全都是泡，哦，受不了了。
赶紧回家去了，回家做饭了哈。